我们看一下凌派的内饰啊，它是一个矩形方向盘啊，三幅的方向盘，然后这个方向盘的这个金属点缀也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是凌派这个车呢，它是一键启动的啊，在这同级别的价位里是很少见的合资品牌良心品牌啊。然后这个的座椅呢，它是一个织物座椅，也非常的舒服，填充物呢也是相当的舒适的啊，尤其是这个腿部支撑是非常到位的。咱们这个呢是一台老铁定的新车，所以这个保护膜还在啊。然后我们在日系车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它的储物空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杯架啊，这个还有一个储物格，包括这个扶手箱。这个扶手箱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，它是给你分了两个区域的，而且里边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。